积极的拼抢还是造成了对方的失误。那边路起球的机会如何？传到终点，打门迎角怒射，呜、哦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！哇，这球太突然了！刘建业在上半场37分钟的时候，外围的一脚迎球怒射。刚刚我们说击中横梁，距离得分越来越近，果然2分钟之后，刘建业的一脚后排插上的远射，轰开了邢台维加泰的球门。目前场上比分改写成了1-1。我刚才都没敢相信这球进了，以为打到了边网上呢。这球打得太刁钻了。再来看一下对方的头球回顶，刘建业迎球爆射，这球的速度极快，在空中的飞行旋转很强。